结婚，结婚有没有发帖子给你？重要，但是自从地球上出了周杰伦以后，对，夜深天的歌，别说我说话，你们慢慢长大的有三段。哎呦，哎，怎么考龙潭毛线那么厉害啊？特别来上这节目里，哎呦，哎呦，那主要是也是跟宇伟老师一样，来寻找欢乐，寻找当然啊，看到你我就想笑，对，你就是一个笑话，你才是笑话，对，讲别人笑。然后看到你，我为什么来上这节目有特别的？因为他给了一个叫做自我介绍，有没有？我要慎重的介绍一下我今天来的目的。请说，我要跟全天下报告，为什么有这种殊荣，做老师坐在这里唱歌？为什么？是因为我曾经帮一位歌手做过一首歌，那首歌非常红，而且当时我们的目的要做到主打歌，对对对，那是下了重金的主打歌。然后这歌一出来播了。灌满了所有的频道，天哪！结果一定是个结果，在市场掀起了一个没有红的迹象，没有造成现象。这个歌手叫吴宗宪，哎，什么歌啊？那个歌叫《永保安康》，哎，有啊，这首歌很好吗？对呀，可是数字没有那么红啊，不会，就是那个销售数字。我跟你讲哦，唱片业界刚好今天几位大师，你们这几位新朋友，对，永保安康。在那个年代里面，唱片的销售量是急转直下，越来越强。我跟你讲，包老师不能怪你，更不能怪。所以我说，因为永保安康是我这么众多销售很厉害唱片当中比较没有那么好的一张，因为其他太好了。对，比较急啦，其他太好了。就很荣幸做到宪哥，永保做到主打歌来上你们的节目啊，真是我三生有幸。没有，我在有生之年还上得到你节目，太不简单了。这头发染成白色，当年呢，这个宇勋跟杰伦他们两个的比赛，宇勋是冠军，杰伦是亚军，是的，是，有没有看到？然后后来他就慢慢往音乐走去，其实那是你应该要走的一条路，是，对，到现在没有后悔吧？没有后悔，会不会怀恨宪哥当时没有帮你？对他当然怀恨啊，因为你没有帮他圆梦啊。我有今天的成就，还是要感谢宪哥的当时的提拔。我只有一个话想问你，好吧？不好意思，因为家务事比较多，对，处理一下，处理一下，稍微聊久一点。杰伦结婚有没有发帖子给你？还在 care， 小孩多两个。有吗？有发给你吗？我是去帮他弹钢琴，所以我不算是被邀请去的工作人员，对，不是拿帖子进去的。他有到场啊，他是去，我是乐手啦，我是乐手。啊，你这个上次发的那个唱片叫什么？叫歪宇宙，杰伦演唱会的舞台音乐总监，御用的都是他，对对。然后别这么说，婚礼的音乐总监也是，对呀对呀，好欢迎。大家好，我是陈华。陈华现在是校园女神，哇，现在各大专院校的校园演唱会都要指定我们要陈华，看到她就爆掉。女孩子就是要捧在手心。最近发了新单曲，哎，恭喜！好，来来，音乐下来就唱了哈。来，哎呀，找到打歌的好机会了，来。这样一起白头到老，你说好不好？我也没问你，只是告诉你。上去，哎呦！我靠，真的假的？他会，反正后面副歌你会，有那么厉害？没问题的。哇哇，这么多，好多，简单的。原来你是我最想留住的信任，原来我们
北北，你那个小情书是什么？是张学友的吗？小的不是大的，小的小的。因为我在转身前，我用年纪来区分这个歌的。我想的是小幸运，但是手不停手软，还不如我突然写的谢雨薇一样，人谢老师人家就不转，不如不转。我还是不会转过来，不如不转。另外三位，我们看小幸运，哎，小幸运，小幸运，好简单。有三位，请选哪一位？我可以选雨萱老师吗？哦，当然可以，因为我很想红，他也想红，他蛮红的，就一起好了。哦，他蛮红的，哎，他这样的意思是说，老师当我很想红，人家本来不是他很红，他可以把我反照的也好，互相 cover。OK， 好，阿咪老师，请出题，第三题哟。要会唱哦，要会唱哦。不可能有人不对吧？有没有？对呀，总不能小屋顶吧？小屋顶不可能。我刚很担心谢老师是屋顶的黑狗熊。哎呦，那是山顶的。其实我刚才他把答案念出来，我把它写上去。哦，以后其实我是作弊的啊！哎呦，我好诚实。我本来叫做屋顶的山猪。哦，我为什么要念给雨薇老师？他不写出来会对不起年纪。哦，那这个是有年纪的。对了，对了，我们比较期待你写小屋顶。对，感谢你把答案念出来。我来念那么大声。宣传哪一位老师？包老师。哎呦，哦，因为我小时候都是看他的那个评审的节目，小时候都看他看你点评，而且你们两个头发长度是一组的，不是一组的，你们造型很像，很柔顺。对，你们两个站在一起像 Eagles 合唱团 ，Eagles 都想要上去了，这。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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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歌词一遍，有没有装出去？等等下一个天亮，去上次牵手上过哪里散不好吗？有些积雪为自己融化，你的肩膀是我豁达的天堂。等下一个天亮，把刀拍我看海的照片送我好吗？我喜欢下一个天亮是郭靖的歌，是是他的副歌，大概是这一年当中我最喜欢的歌词。哎呦，因为他等下一个天亮，无知单纯到让人有一种心痛的感受。哎呦，你看等下一个天亮，偷拍我看海的照片送我好吗？这根本就是有点变态嘛，不是小甜蜜好不好？什么变态？看到钟倩，我必须申诉一下，怎么样？怎么样？你知道唱歌咬字还是真的很重要？怎么说？对，我们完全听不出来他们哦，因为他们是心虚，对，因为他们不确定歌词啊。所以我们也没办法辨别他到底答对答错。咬字很重要，但是自从地球上出了周杰伦以后，对，夜深天的歌别说我说话，你们慢慢唱，唱到有三段，呜啊咦，快说说你歌，呜啊咦，谁说咬字重要？我喜欢是发型才重要，不要像平时可以。所以咬字就是始作俑者，就是重要。就他，没那不重要了。